一斤一个的大海螺，整上一个，里面的盖先抠掉，太热，盖抠掉，插进去旋转360度，来这个黄弄完了没了，下面这个黄特别香，这个苦胆吃的时候记得把它拿掉。苦胆还有这个位置是肝，这个地方把它推出来，一定要把这个肝拿掉，不然肝吃多了头会有点晕。来，剩下的都能吃，剩下的都能吃啊。